最近油腻的吃太多，皮肤都变差了。你看黄瓜都吸了这么多油，但是也不能浪费，施个法给它吃了。吸了油之后的黄瓜还挺脆。马上要去参加节目了，得赶紧护一下肤，再用面膜敷一敷脸。好了，我到底有什么才能把这皮肤变好啊？那你用施乐肤水杨酸洁面呀、啊，非常适合你这种有闭口黑头的油痘肌。里面含有水杨酸和二代果酸，可以疏通堆积角质，深层清洁，减少出油，还有三重神经酰胺来做清洁后的修护工作。温和清洁不烧肤，洗后皮肤清爽干净不紧绷。坚持用可以明显改善痘痘和闭口，这么大一瓶洗澡洗头都能用它，去健身房带它就够了，真是懒人福音。软。还是要维持住好皮肤，晚上食补一下，来点胡萝卜、黄瓜跟豆腐，补充一下各种维生素。把胡萝卜切一下，尝一尝切好的胡萝卜，这豆腐怎么变异了？软。